住几啊摆啦。住几啊摆。家中不少长辈常常喊这里痛那里痛，却又说不上是什么病因。这时疼痛科的医师就能提供帮助。脚会麻吼，啊，痛到无法度行要行袂行咯。王医师很耐心，来痛到我怎么行都行好济。其实贝贝是那个健康关节，或是我们叫骶髂关节炎。那我们做一个高频热淋疗法。一二三。东区唯一的疼痛治疗中心在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成立，将会诊七个科别的专业医师一起解决病人的痛。用多科的一个整合的方式，那除了治疗之外，我们还会有术后的一些追踪跟关怀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疼痛中心也有所谓的疼痛各管师，那他也会帮我们做一些之后治疗后的一些追踪。只要有疼痛的病人都可以先挂疼痛科，经过医师评估提供精准治疗，必要时也会转诊到其他科别。也要让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往无痛医院来迈进。台新闻记者刘宏志花莲报道。